起来做了个视频，塞拉还在睡觉，你睡觉吧你啊，还早呢。昨天晚上因为肉佐回来，然后喝了点酒，就十一点就睡觉了。睡得早，起得也早。我把无人机充上电。昨天他们去划船，然后我就在岸上航拍。太阳出来了，又是一个晴好的天气，没风，有太阳，天气也暖和了。带塞拉出去跑一跑，然后回来洗个澡。起得太早，我中午得睡一会儿，不然这一天都没精神。那妞走了。安静的房车小院，我把我这个长椅放到这儿晒起来。哎，在那儿干嘛？走啊，跑两圈。妞快，先不要到那儿，到这边来，他要上厕所。又到了这个码头，今天去划船，看他们谁愿意跟我一起去。昨天月龙和肉肉他们到那个中间那个岛上去了，他说那个岛上底下有一个洞，我今天去探探究竟，看里面那个洞里面有什么东西。今天任务探洞，走了妞。哎，别动，快坐上去，别讨厌啊。Oh,
还有个办法，换个手机。换手机，你需要旧手机验证吗？联通没信号。洗了个澡，又睡了会儿觉，现在快11点钟，满血复活。早上起太早了。啊，这酒真不能喝，我喝酒一惯，喝酒就惯。一会儿去把碗洗。扫描一下底部二维码，下载冰箱应用，帮我连上网络吧。我们晚上不洗碗，不是因为懒，是因为晚上看不见。所以我们都是早上起来洗。都有啥要洗的呢？菜板，这个都不用，垃圾扔掉，垃圾扔掉。菜板要洗，锅盖，锅盖拉着，这一堆拉着。盘子，那堆盘子干净了，先洗这个。带个锅盖，拿上手套。我锅盖，最后再洗这个菜板，手套。哇，这里还有。这个泡着呢，还好。最后洗吧。还有这里，哇，这还有这个甜品啊，搞一个。我去，这里地还不平啊。好嘞，现在开始闭眼，现在开始表演刷碗，也没啥才艺，展示洗碗。我先用热水把那个残留的污垢油什么的先清掉，然后再倒洗洁精，洗起来就方便了。不然那个油啊，粘在那个很不好。洗碗我是专业的，快的。